来，Hello Hello， 同学们，晚上好呀！哎，欢迎来到咱今天的大师课哈！啊，我这里是小允哈，后面的课程的话，不出意外呢，都是小允带大家一起来度过哈，很开心，也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度过最后的这一小块的一个时光哈。那我们按照惯例呢，先来测试一下设备，能够清楚的听到小允的声音，并且能够清晰的看到小允画面的哈，在公屏上，在弹幕上刷一下小允的名字可以吗？可以听得到我的这个声音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可以看得到我的画面吗？可以不？哎，后边的话不出意外都是小允给大家去这个一起来度过我们的这个大师课的后边的阶段啊。那如果说你们到了那个后边的这个声音数据可视化的话，还是回到那个咱们小小老师还是会再回来跟大家去一起这个上课的哈。来，可以吗，同学们 ？OK 的哈，咱的这个设备是没有出现问题的。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啦。今天的话，我们要讲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后端的一个底层逻辑哈。那咱们前面的话也在说，在整个咱的产品当中呢，研发时间其实占比的话还是比较长的，对吧？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耗费很多的这个时间跟精力哈。那所以说，为了去降低我们的能耗，哎，这个去提升我们的效率，我们是需要去懂得一些逻辑呈现的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目录的一个部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学习以及了解到的内容哈。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解析后端开发。那我们对于这个后端开发的一些语言啊，包括说后台开具体的一个操作的这个情况的话，是需要有一些简单的了解。那后台开发的一些分辨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哈，后面的话再跟大家去具体的去说。那第二个话就是我们关于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理解了哈。数据库的话，它其实说是隶属于咱们后台开发的，但是往往呢在工作当中哈，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一个部分哈。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涉及到的是我们的技术概念哈，日后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这个开发人员去这个沟通的时候哈，知道我们彼此说的是什么啊。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对于前端的话，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认识，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哈所要去这个认识和了解的一个内容哈。接下来的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哈，去知道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解析后端开发哈。那在讲解这块之前呢，小允有一个疑问了，大家知道什么是后端开发吗？知道是什么是后端开发吗？这个地方大家有了解过吗？知道吗？什么是后端开发呀？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在工种当中的话，其实我们分为这个前端和后端的人员哈。那后台开发的话，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是我们的服务器端的一个开发。在我们的这个产品对应的一个技术体系当中的话啊，它负责的是什么呢？负责的是我们业务逻辑处理和我们的一个数据的处理。比如说哈，什么呢？像我们那个大棚吧，比如说你点开大棚，那在大棚当中你看到的啊，比如说某一个课程的它的一个报名的人数，包括说大家上课时的一个在线的人数呀，和我们的一个互动的信息呀等等哈，那这些的话都是和我们的一个后端相关联的。后端的话其实就是定义了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方法使它去呈现出来。至于我们呈现的样式呀、排列呀、大小呀，那这些的话都是由我们前端人员去进行决定的哈。那这块来讲的话，大家需要知道一下哈。那作为咱的后端的一个处理逻辑呢，也是需要大家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后端的处理逻辑部分哈。那我们的一个客户端啊，客服端哈，也就是我们那个客户端，也就是指的什么啊？指的是我们的一个用户
啊。那客户端的话，通过互联网啊，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呢，以接口的一个形式哈，去传送给，去发送给了我们的一个服务器，也就是传输给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后端。那在后台的这个，在后台的话哈，那服务端的话，它是有专门的一个什么服务器去进行一个承载。那这个服务器的话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型的产品来讲的话，可能说它是虚拟的，但是绝大部分来讲啊，它是有具体的这样一个服务器的仓库的。它是用来什么呢？用来去接受我们客户端的这样一个请求。哎，这接受了之后呢，它是根据一套后端的这个什么逻辑算法，然后把这个数据呢进行一个什么呢，业务的这个处理。哎，处理完成之后的话，就去做一个存储了。哎，完成我们数据存储的一个管理哈。那在这块来讲的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不好？那你像你在这个淘宝当中吧，那你有个产品你下单了是不是啊？那你需要去做出一些哎这个相对应的处理啊。那如果说哎它没有去记录的话，你下次再打开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订单吗？你想想，如果哈我们没有记录的话，你下次再打开能够看到这个订单吗？我们是看不到的，是不是啊？哎，包括说它其实也无法去检测到我们实时的一些物流的一个信息。哎，这就是我们第三点的部分哈。那我们完成这个数据存储管理之后呢，服务器哈将我们处理好的这样一个数据，然后再返还到我们的一个客户端。哎，它的一个整体的处理逻辑关系就是这个样子的哈。那对于这块来讲，我们这个后端的一个处理逻辑部分来讲的话，大家有疑问吗？来，有问题扣一波你的问题哈，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继续往下去说了。有问题吗？OK 的是吗？OK 的哈，那我们继续往下去说哈。我们这个去跟大家去说一下什么呢？我们后台开发的一个语言分类哈。那说开发语言语种之前呢，哎，我们来说一下哈，什么是编程语言。因为说在这个实际的一个工作当中哈，当你们说碰到我们的这个编程语言、高级语言、汇编语言啊，其实你们现在来讲的话啊，可能说没有太多的概念哈。那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编程语言的话，首先就是什么，让我们的这个人和计算机之间哈，可以去相互的识别的这么一种语言。哎，人可以通过我们的编程语言向计算机哎去发出指令，哎，计算机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指令，通过这个命令，然后返还到哎，我应该说的返还具体的一个什么呈现的一个结果，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编程语言。来这块啊，就知道我们编程语言还有个定义哈。冷冰凌哈，这里不是小小哈，这里是小云啊，这好久不见哈，我们也是哎老朋友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来，今天晚上去说哈，对于我们这块来讲的话，编程语言它其实分为三种哈，一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机器语言，还有我们的汇编语言，以及我们的什么高级语言，它有这三种。那像这个在这块来讲的话，高级语言的话，它其实是我们平时使用的这个频率吧，使用率来讲的话是最高的哈。那我们来看这个机器语言哈，机器语言来讲的话，它就是我们电脑这个 CPU 可以直接去解读的这么一个数据哈，它更加靠近我们的什么呢，机器方面。哎，也说我们使用编程更加的复杂一些哈，它使用的是我们二进制的一个编码执行。哎，基本上在这个产品开发当中的话是很少去用到的啊，是用在我们这个计算机的一个内部的应用当中的哈，这是我们的机器语言。那对于我们第二个汇编语言来讲的话啊，一种它是什么，它是一种作用于我们的这个电子计算机，然后包括说微型处理器，包括说微控制器吧，这样的一些低级的语言的一些形成。哎，汇编语言它其实也是叫做什么呢，也称之为符号语言。哎，汇编语言的话，它其实在一些这个写一些指令的时候吧，会特别特别的长。
它其实这个出错率呢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的高一些哈，所以在开发当中的话也很少去涉及到这一部分。哎，最后一个话就是我们的什么高级语言了哈。高级语言的话它其实就是什么呢，是我们多种语言的一个汇编哎组合而成的，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它的操作性哈还是比较强一些的，包括说它的一个编码的方式吧啊也比较的简化，哎应用范围其实也是比较的广阔一些哈，包括说它的一个应用场景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多的哈。那我们课上在这块来讲呢还是说针对于我们的这个什么呢高级语言来跟大家去进行一个讲解，哎，这块需要大家去知道一下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几种的一个高级语言吧，好吧哈。来看第一个哈，第一个话就是我们说 Java， 哎 ，Java 这个大家之前有了解过吗？哎，冰凌，你之前有了解过 Java 吗？有没有听说过 Java？ 大家应该有听说过吧，是吧？因为它在这个它是什么？它在这个视觉的一个应用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广泛一些哈，像前几名的不是前那个在前几年吧，它还是排名还是非常非常靠前的啊，数一数二的。然后后来这个也有了这个相继有了 Python 哈，然后它的这个名次啊稍微的有点下滑，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还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一个趋势了哈。掉头发跟就是你。就是学什么有关系吗？有，但是没有太多的关系吧。我觉得还是由基因组成的吧，包括说作息组成的哈。就是你掉头发，你一般熬夜太晚了也会掉头发的。不是你学代码你这个掉头发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个 Java 的话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面向对象的一个编程语言哈。它的这个广泛应用其实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外部服务器。即我们放 Web 服务器去这个运行的哈，它能够帮助哎支撑我们这个 Web 的一个运行中，哎基于我们的就是像网络呀、网站呀，包括说 PC 端的项目等等哈，这是我们这块需要去注意的。那这些的话啊，就是像一些 Java 程序的话啊，也叫做什么呢 ？Java 小程序。啊，加上程序卷。那 Java 的话，它其实是可以什么嵌入到我们 HTML 当中。哎，然后这块的话怎么去嵌入呢，大家现在是不需要去说具体的去这个进行那个了解的哈。外国人不都是这样的标志吗，啊外国人不都是这样吗，而且这一看哈，这个大哥哈年龄也不小了是吧。但我相信你哈，你的头发肯定会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的啊。来这一块啊， Java 嵌入到咱们 HTML 代码里边的话，这块怎么去嵌入呢，这块是开发的一个工作哈，你只需要哎知道的就是说咱 Java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这个受欢迎的，而且是稳定性很强的哈。像我们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老大哥了哈，这个老大哥就是咱的这个 Java 的语言的一个开发者哈。那 Java 其实它是由我们的这个 Sun 公司哈，然后在95年的时候，我记得哈，95年的5月份吧推出来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老大哥和他的同事哈一起这个去研发出来的哈，包括说正式去给他推出来。但是后来呢，咱的这个Sun公司呢又被这个 Oracle 啊甲骨文公司给去收购了哈。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你 Java 就属于 Oracle 这个公司的一个产品了哈。这是跟大家去讲一下我们这个 Java 这个由来吧。另外呢 ，Java 咱其实。它什么？它也有几种不同的一个这个技术体系哈，来给你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哈。对于这块来讲呢，其实第一个哈 ，Java SE 哈，它是我们 Java 的一个核心，哎，它是一个核心哈，它里面有我们 Java 的一个核心什么呢 ？API， 这个 API 的话，它就是把一些哎这个小的一些功能给它去封装起来，然后告诉我们一套具体的一个哎使用方式吧。然后它其实是支持我们一些桌面级的一些应用平台、应用系统的。
哎，这是我们 Java SE 的一个部分哈。像我们 Java E 这块来讲的话，它其实是目前我们开发当中这个应用来讲还是蛮多的，最多一个吧，它应用于我们企业级的一个开发当中了哈。它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GSP 然后嵌入到了我们 HTML 界面当中，哎，以此来去创建了一些什么动态的一个网页。那具体什么是咱的一个动态的网页的话，一会儿再去给你们去说。来，这块我就要去就是知道这回事就行哈。啊，看来冰凌，哎，这个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哈，非常非常棒哈。然后这个再往下的话就是 Java ME 了哈。Java ME 的话比这个 SE 其实会更精简一些吧，因为这个它一般的话啊用作于咱们移动端的一个中台的平台当中啊，因为这个移动端它的一个产品中的话，其实是很少去涉及到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个数据展现，哎，这是 ME 的一个部分哈。然后最后那个 Java Code， 它是就是一些 Java 的小程序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以上的话就是，哎，咱的这个关于咱 Java 的一些小小分类吧。那日后工作中哈，如果你从事的这个这一行的话，你可能说接触的更多的还是什么呢？还是我们的一个这个 Java EE。还是这个啊，Java EE哈。那具体说你以后哈会使用到哪一个部分，还是说你看你以后的行业啊，肯定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去决定的啊，你肯定还是说需要跟你的这个项目经理哈去进行商讨，哎，去说你的想法，哎，你的产品是基于终端啊，它是怎么样子的，包括说你产品哎需要的一个内存的容量是怎么样子的，哎，功能的一个特性是复杂的呀还是简单的呀，哎，从这个好多好多方面啊，然后去考虑到底你最后哎会使用到哪一个。哎，这是我们 Java 这一块哈。那除了 Java 这一块呢，其实还是要跟大家去说另外一个哈，就是关于咱的这个 PHP 的一个部分哈。PHP 的话，它也是说我们这个另外的一门后台的开发语言了哈。像 PHP 前期呢，它会比 Java 的学习更简单，哎，这个更容易一些哈。因为这个咱 PHP 的话，它是什么？同时去什么面向对象跟面向过程的这么一个开发语言。哎，也是在我们服务端执行的一个编程语言了哈。它适用于咱的一个 Web 开发。而且说是利用了咱的这个 Web 开发化去嵌入到咱的 HTML 当中，然后去链接咱的 PHP， 然后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效果。哎，那作为咱的这个 PHP 的话啊，它的运行速度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啊，在产品的开发当中的话，它的效率其实也是比较高的哈。那时间周期方面，这种时间周期这方面的考虑的话，肯定也是比较的适合的。啊，它适用于一些什么呢？一些中小型的一些应用系统当中吧，因为它开发成本还，这个相对来讲比较低一些，而且第二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入门的门槛的话也比较低一些，是不是啊？很容易学。哎，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 PHP 的一个部分哈。那像 Java 的话，它肯定就是说，比较适合一些什么大型的一个企业哈。你想它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排名的这个就是世界排行榜吧，这个语言当中的话，它是排在前面的，对吧？是比较稳定，然后前景呢也是比较的广阔啊。那现实的这个开发当中的话，其实也是说，它是两种混合开发的。啊，它是两种混合开发的哈。那我们再来说完这个 PHP 之后呢，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什么呢？我来看下一个哈。说下 Python 哈，说下 Python。看到刚才冰凌也说哈 ，Python 创始人头发啊，就还有不少是吧？你快来，你这个净光人头发了，这是。Python 啊，它也是这个前几年啊炒得比较火热的一个词儿了，是吧？近几年的话，没有那么火热了啊，也不是说不受欢迎了。反正它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说比较趋于稳定吧。啊 ，Python 的话，它是什么呢？它是由那个谁来着？你记得它叫这个阿姆斯特丹吧？啊，然后还这个人哈，他在圣诞节的时候，哎，这个研发出来的哈。那 Python 的话，它其实是什么？是一种这个动态的哈，面向对象的这么一个脚本语言。那 Python 在这个
产品当中的话，它应用也是比较广泛一些的哈。它可以是作为我们外部端的一个后台的开发呈现，哎，包括说可以去实现一些什么呢？比较这个一些具体的一些效果呈现哈。那 Python 的学习其实也是会比较简单一些，因为它的这个语法呢还不是那么的严格啊，而且代码量来讲的话啊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可读性是比较强的哈。目前 Python 的这个应用领域吧，它是蛮广泛的。其实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数据分析啊，网络爬虫啊，还有这个游戏开发等等啊。包括说什么呢，像我们可能平时看到的一些连连看啊，象棋啊，麻将啊等等的，极有可能就是咱的这个 Python 这个来书写完成的哈。这是我们的 Python 的一个部分哈。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像啊 Dotnet 哈，最后有知道咱这个 Dotnet 语言哈，这个地方我们要讲的是 ASP.Dotnet 啊，它是一个什么呢，网站开发的一个技术啊，是我们这个Dotnet 框架当中的一个什么应用模型哈。那 Dotnet 和 ASP.Dotnet 它首先来讲它是不一样的哈，你要明白 Dotnet 它是一个什么呢，框架啊。 ASP.NET 它是什么呢，子集啊，它是一个子集。那这个子集的话啊，是更多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外部服务器当中的啊，外部服务当中吧啊。那 ASP.NET 的话，它是有什么三种开发模式，看好了哈，三种开发模式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外部 pages，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外部页面。那这个页面的话啊，是非常的这个轻松简单的啊，就是我们和我们这个 PHP 是这个一样的啊，是可以通过说我们的这个 ASP 去进行一个代码的一个嵌入，然后实现一个动态的效果的演变呈现啊，这是我们第一个。那第二个话就是我们的 MVC， 它是什么呢，模型到视口到控制器的一个部分哈。那这个模式的话大家要去了解，也要去懂得一下，它是把我们的这个模型然后视口控制器会给它分开来，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用户接口和逻辑层去实现一个什么呢，分离的状态，哎，让我们的开发人员呢可以更好的去注意到咱的逻辑层的这么一个具体的呈现，哎，这是我们第二个部分哈。那第三个话就是我们 Web Forms 了哈。那这个的话目前的一个使用频率来讲的话还不是那么高，哎，它是一个事件驱动模式，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 ASP.NET 的一个开发模式了哈。那基本上更多的是在咱的一个服务器上去进行的一个编辑使用的哈，然后由咱的这个服务器呢去生成 HTML 去显示代码，然后这个效率来讲的话相对没有那么高一些哈，这块去简单的了解一下啊。最常用的还是咱的这个 Web Pages， 还是这个哈。那对于刚刚跟大家去讲述的，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有 Java， 然后有 PHP 啊，有 Python， 还有我们的这个 Dotnet 来讲的话，这块的话啊，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吗？可以吗？这块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不？哎，看到慧娟来了哈，可以吗？可以的话我就继续往下去说了好吧。OK 哈，那这块我们有一个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下去说，所以说我们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理解哈，数据库理解那是属于第二个大部分了哈。那数据库的话它首先是什么，是包含在咱们的一个后端当中的啊，但是在具体的一个这个开发当中的话啊，数据库和后端呢它其实是由什么不同的一个技术组合而成的。那虽然说工作里哈他们都有了什么后台开发，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说比如说一个人吧，他是可以既做这个数据库的，又可以去做我们的这个动态的一个数据的啊，这样一个接口的一个展现的哈。但是的话还是要尽量的把它两个去给它区分开来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去说一说哈，什么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库。哎，数据库的话啊，它其实就什么是一个数据的集合库呗。哎，就是数据库不是一个集合嘛，对吧，一个储存咱的数据的这么一个
仓库，哎，这样的话就会很好理解一些吧，是吧？那这个仓库的一个数据的话啊，它是要按照一定的一个什么规则去进行存储存放，哎，并且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个仓库当中去什么拿一部分数据啊，那你也是要按照一些特定的方式方法的。比如说哈，你当前这个仓库里，你想一想啊，你可能说哪些这个数据，哎，我后期不用了啊，你可以删除了，对吧？哪些数据是需要去进行调整的、修改的？那这些都是根据数据库当中，哎，相对应的这样一个法则特性来去进行的，哎，不是说你想改就是想改的哈。不是这个库哈，我说库嘛，就是仓库哈，想跟你去说这个意思哈。那这块啊，大家了解一下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来了解一下我们数据库它具体的一个展现在哪里，好吧？来看一下哈，第一个这块啊，它在哪儿？它在哪儿？它是运行在我们这个服务器上的哈，它属于咱们这个后台开发的一个部分了哈。那第二个话就是说，咱的数据库跟这个服务器上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有什么联系的一个部分哈。那刚刚哎，我给大家去介绍我的部分什么，像 Java 啊、Python 啊、PHP 呀、啊，还有我们说的登个 .NET 呀，它是什么？它是处理业务逻辑关系的，是吧？那根据数据库具体的一个规定，对数据进行什么增删改查的一个处理，对吧？是不是啊？那以上的话啊，就是我们这个了解到的哈，什么是咱的一个数据库啊？什么是咱数据库哈？啊，可以说到马伊斯扣了哈，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哈，还不要着急哈，一会儿就到了哈。那接下来的话，给大家去说一下关于咱数据库的一个分类哈。咱知道市场了之后，来看一下分类哈。那分类的话，这块有三种。哎，有三种哈。第一种的话就是咱的一个层次式的一个数据库啊，那还有咱那个网络式，还有咱的关系式，这三种啊。那这是咱哎早些年哈比较流行的这三种哈。但是现在来讲呢，这个层次式跟网络式数据库的话啊，不太常用了，基本上就用不到了哈。啊，知道这个名词儿就行，好吧？然后现在用到的是什么呢？现在用到的是咱的一个关系型数据库，用的是这个啊。但是这个关系型数据库呢，又分了两种哈，这两种哈，记好了哈。这个关系型数据库分为哎，一个是咱的关系型和一个非关系型的哈。那这个关系型的这个数据库，它的特性呢，其实就是什么，将我们的数据去归什么，去这个归纳为简单的一个二元关系啊，去给它归纳为一个简单的二元关系哈。那这个二元关系的话，就是说我们见到了什么二维表格的一些形式啊。关系数据库的话，来我们看一下啊，关系型数据库的话，它能够很好的说保证咱数据的一些一致性，对吧？像一些缺陷的话，就是它什么呢，它的一个处理高并发性不强啊。这是我们关系型数据库哈。来听好了哈，前面那个部分哈，咱的这个关系型数据库，它分为咱的关系型数据库和非关系型数据库，听好了哈。然后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关系型数据库了啊。那这一块的话啊，刚才冰凌看到你提到了这个 MySQL 了哈，来到你的主场了。你认识 MySQL， 其他的你还认识吗？哎，包括刚才那个谁来着，我看一下啊，慧娟啊，慧娟你有认识的吧？有没有认识的？都认识是吧？这么棒吗，冰凌？已经开始这个提前预习了是吗？是这样的吗？来哈，第一个部分哈是咱的这个 MySQL 哈，它是咱互联网这个啊，你认识不少嘛，看来你都接触了一些哈。第一个咱这个 MySQL 的话，它是咱互联网哎运维当中哈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一门数据库。啊，它是一什么一款小型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管理系统哈。那它的开发公司的话就是 MySQL AB 公司哈。那它的这个它是应用到一些中小型的
或者说一些微型的一些这个网站当中的中小型或者是微型的一些这个网站当中的哈，因为它的一个体积是比较小的，而且速度非常快啊，整体的一个这个成本来讲的话还是比较低一些哈，而且它的源代码呢，哎，开放的啊，是开放的哈。然后这咱第一个，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咱的一个 MariaDB 哈，那它是 MySQL 的一个分支啊，它是 MySQL 的分支，它是对于内部的一些 API 就是一些这个命令哈，就对命令性去进行使用。那为什么说咱哎有了去这个 MySQL 之后哈，有这个数据库了，咱为什么还要去这个生产后边这个呢？他其实还是说他想要说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地域方面的一些替代，或者说的什么扩展领域哈，这也是咱以后说如果说做产品的时候肯定是希望的或者说所需要的一些部分啊。而第三个的话就是咱的一个 SQL Server 了哈，它的使用频率的话也是比较高一些哈。那它是由咱的什么呢，微软公司开发的一个大型的数据库系统。那大型数据库系统的话更多其实是针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中型的企业或者是中大型的一些企业啊，它就是一些这个数据库的管理平台了。那它的内部的功能是比较全面的，而且效率呢也是比较高一些的哈。但是微软的话它的一个延伸就是什么 Windows 系统是不是啊，那所以咱的这个 SQL Server 来讲的话它只能在什么 Windows 下去进行运行，哎，这是它的一个小缺点了，真的是。第三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咱的这个 Oracle 哈，那它就是我们的什么甲骨文公司开发的一个数据库的管理系统了，哎，它是目前咱的这个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这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吧，它其实是具有这个完整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管理功能的哈，内部的一些管理节点呢也是非常非常多，哎，但是它有个缺点是什么呢，它不免费，就是你可以用它来学习，就是你可以学习它，但是你不能商用，你商用的话也得花钱，而且价格非常非常高哈，啊，这是我们的这个 Oracle 它一个优点跟缺点哈。那最后的话就是 Access 哈，那这个数据库的话也是由咱这个微软开发的啊，一款这个关联性的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了哈，它是一款入门的比较小型的桌面就是级别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管理了啊，而它从这个性能上呀，从这个安全性上来讲的话比较一般。啊，一般就是个人或一些小微企业哈会这个使用到啊。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对于这几款哈数据库的话有一个简单的认识了是不是啊，虽然说我们啊不知道具体的一些语法，但是如果说哈我们有一款产品啊，你应该是大约的能够知道哈有哪个比较适合一些是不是啊。那比如说啊现在出题了啊，就想啊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大型的这个产品。它内部呢包含的这个数据哈，哎，非常非常复杂。那这块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考虑的就是这个 SQL Server 或者是 Oracle 吧？啊，用这两个吧，因为它大型的呗，对吧？啊，那现在如果说哈，你的用户是什么苹果的话，你选择谁啊？是不是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这块的话就是我们这样去来进行这个筛选的哈，这就是我们关系型数据库的这个部分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完这个关系型数据库之后呢，我们来接下来看这个什么非关系型数据库。它在我们这个什么进行数据存储的时候吧啊，和这个关系型数据库呢是有区别的。啊，它是什么呢？通过我们这个什么来着结构文档的一个形式吧，啊，去进行存储，而且整体的一个结构的话啊，不是那么的固定，哎，每一个元件吧，都可能说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字段，哎，所以在处理一些高并发或者说大批量的这样一个数据的时候吧，它能力其实还是非常强的哈。但是对于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就是操作的事物吧。它蛮弱的啊，比较弱一些哈。那接下来看一下咱这个非关系型数据库哈。刚才这个雷贝林也提到一个 MongoDB 哈，
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了解，对吧？像第一块就是在那个 MongoDB 哈，它是利用了什么呢？ C 加加去进行开发的哈。那这个的话，在我们去这个进行设定的时候啊，它的一些特点就是什么？高性能，易部署，包括说易使用，在这个进行数据存储的时候吧，还比较方便哈。而且呢，它是一个跨平台性质的。啊，那跨平台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啊，它也是说面向于咱的这个文档类的一个数据库了吧？这是我们 MongoDB 哈。那第二话是TouchDB， TouchDB 的话，它是这个阿帕奇公司哈去开发出来的。阿帕奇公司其实还蛮厉害的哈，它开发了一个叫做什么开源的一个数据库哈，也是说建立在咱的这个 C 加加语言之上哈。那它就是属于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数据库了。还是我们这个 TouchDB 的一个部分哈。那基于说他们各自的一些优缺点啊，实际开发当中呢，其实他们还是说是混合用的哈，就是咱的这一块啊，关系型数据库跟非关系型数据库还是可能说是混合用着的啊。那这块就是跟大家讲的咱的这个关系型和非关系型数据库的一个部分哈。那这个数据库的话，它只是说咱数据库的一个管理系统啊。那在这个数据库的管理系统当中的话，我们需要操控的执行命令的是咱的什么呢？是咱的数据库的操作语言。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去所说到操作语言 SQL。那这个 SQL 哈，就是一个什么结构化的一个查询语言。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去读作 SQL 了哈，它简称就是我们 SQL。它呢其实是一种就是特殊目的的一个编程吧哈，用来去这个就是。用来咱的这个什么数据库的一个查询和咱的一个程序设计的这么一个语言。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数据的一个增删改查这么一个操作，像你这个存取查询更新系统这么一个操作。那还有什么呢？数据库的一个操作语言，咱这个 SQL 的话，它其实是嵌入在哪里呢？嵌入在咱的这个服务器端当中的哈。比如说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去说咱的这个数据库跟后台的话它是一体的，是不是？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更加好奇的就是什么呢？咱的SQL跟咱前面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平台，或者说跟咱们前面刚刚跟大家讲的什么 MySQL 它有什么的区别，是不是？想一想哈，第一来讲的话，我们的SQL它是咱的什么数据库的一个操作语言，对吧？ MySQL 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数据库的管理系统，这点第一点区别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通过 SQL 可以对数据进行什么增删改查这么个操作，但是呢 MySQL 只是什么一种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只是说我通过哈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把咱的这个数据呢给它存储，给它去组织起来。这个就是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啊，这块啊大家去稍微的这个区分一下哈。那现在来讲哈，我们知道了咱的这个什么数据库的一个操作语言了。接下来的话来给大家去看看什么呢？来看一下我们数据库的一个工作原理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它是被什么呢？咱们服务端去这个进行调用的哈，进行咱的增删改查这么一个操作。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咱是服务端通过咱的 SQL 的一个这个语句吧这个去操作咱的数据库SQL 语句通过代码的这么一个方式去实现。比如说这个SQL 化想要去实现增删改查这么一个操作，它需要具体的一些公式模型。第三个话就是什么呢？咱的数据库它是运行在哪儿啊？运行在咱的服务器上的哈。那数据存储在什么服务器硬盘当中。所以这块哈，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什么呢？数据库的一个具体的工作地点在哪里了。
哎，这一块需要去注意了哈，服务器具体的一个工作地点在哪里？那这块的话啊，我们明白了说我们数据库具体的一个这个工作地点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说咱的这个用户哎去发送这个请求之后，到我们服务器端去响应我们请求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工作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哈，来看这个。看这块哈，我们要对这个工作的一个过程有一定的理解哈。当然的话，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客户端啊，我们是客户端。比如说，我们手里有大鹏 app， 对吧？你在大鹏 app 当中，你想干什么？你要干点啥的话，你是不是得登录是吧？你登录吧。那在登录这个操作的这个时候吧，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去发送一些数据请求，是不是？你得什么？有个账号密码吧。我喝口水哈。你想，你是不是得把这个账号密码进行发送啊？然后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当中，是不是啊？然后发送到我们的服务器上，那因为你并不是说任何的一个密码啊，任何的一个这个账号你都能够说登录进来，是吧？不一定是吧？比如说你说我吧，小云，然后我写我账号啊，我写这个小云，然后密码我写什么？密码我写12345 6。我能登录进来吗？前提是我这个密码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我密码没有那么简单啊。那这样我能登录进来吗？可以吗？当然不行了，是不是？我这肯定进不来啊，对吧？你登录不进来啊。那这个登录不进来的这个过程呢，它其实什么？也是什么？我们有数据库和服务器上的这样一个响应的，对吧？那你想，你发起请求，对吧？这会儿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吧。来，这会儿啊，你去发送请求，对吧？发送请求之后，它传输到我们哪儿？服务器上啊，去传到我们服务器上。那这会儿啊，我说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我里边的这个服务器和这个就是。我把服务器和数据库哈给它拆开了，我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一点哈。但是它其实的话，这块它是合在一块儿就进行响应的哈。那服务器得到这个请求之后呢，它需要给出一定的响应，对吧？处理这个逻辑关系，那就是我们需要去到这样一个数据库当中啊，去处理、去查询我这个数据。然后通过你的账号或者说你的 ID， 哎，去筛选你的密码，它是不是说是处于一个什么匹配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无论说它处于匹配关系还是也好，还是说处于不匹配的这个关系也好哈，它都会去什么？它都会去返回这么一个这个查询的结果，它都会去返还这个部分。那返还数据之后呢，我们通过什么呢？服务器上的一套这个逻辑，然后我们去传输到什么呢？我们这个发起请求的这个界面里边去，然后把这个数据的话就展现出来了。那如果说你是对的，哎，他就直接这个说你就登录，就进入到那个登录以后的这个界面里边了哈。那如果说你写的不匹配，它会什么？它会出现什么错误的提示的，或者说那个告诉你哈，你的账号密码不匹配啊，需要你去重新的去进行填写。哎，是不是啊？你想啊，就通过咱的登录的一个页面跟大家去这个具体的讲解了一下哈。那这块儿就是咱具体的一个界面的效果的一个呈现了哈。来这块儿。那除了这块以外呢，其实也要跟大家去讲一下什么呢，就是讲一下我们客户端以及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端的一个通信的一个部分了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数据通信哈。数据通信的话，其实通信呢就是说通过对应的一套接口来看好了哈，通过这个接口来去进行实现。但这个接口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去所提到的什么呢 ？API， 哎，熟吧？前面刚才是不是提到过这个词儿，对吧 ？API 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应用程序的一个编程接口了哈，它是属于一种就是通讯协议。哎，约定了咱的这个客户端和服务端他们之间的一个数据传输格式和咱的一个访问地址。哎，这块就是咱的一个数据通信的一个部分哈。
来，以上的话其实就是跟大家去所讲到的关于我们数据库这一方面的一个全部的一个讲解了哈。我们简单的去稍微的回顾一下哈，说我们通过数据库的一个分类呢啊，去了解到了咱的什么关系型和非关系型这么个数据库，对吧？哎，这个包括说哈，还有以及咱几种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管理系统。哎，包括说我们这个也看了一下用户，哎，发起请求之后到我们服务器响应，哎，返回请求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啊？还有就是说作为咱这个数这个这在那就说最后咱这个数据通信了，是不是啊？那现在来讲哈，作为咱数据库这一部分来讲的话，这个吃点来讲的话，现在有问题吗？有问题吗？对于我们这个第二个大个吃点啊，对于数据库这块一个讲解来讲的话，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就继续去说了啊。我今天这个嘴呀，怎么回事？脑子和嘴哈总是赶不上哈，可能是我今天去练车的这个问题哈，我今天去练车了啊，就是很不是很理想啊。闷的问题是吧，我看懂你的写的了哈。闷的问题我们继续往下去说哈。来继续往下去说哈。看一下我们这个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开发当中哈，具体去涉及到的一些什么呢？技术概念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个技术概念的话，其实在我们开发当中呢，哎，这个它可能是这个比较高频的一个词汇了哈。那对于这个高频词汇来讲的话，大家肯定还是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来，我们看一下哈，第一个是我们的 SDK。SDK 的话它又叫做什么呢？软件开发包。那软件开发包的话啊，它是属于一种开发集成工作环境。来看好了哈，这块哈，它是一系列的这个开发工具的一个 API 的一个集合。那这些集合的话，它其实说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就是这个将这个 API 给它去封装起来啊，比如说哈，你的这个推送 SDK、支付 SDK， 那每个这个 API 它对应的啊，都是一个单独的那么一个功能，哎，一个单独的接口，哎，但是这个 SDK 的话啊，它是也是什么？它是能力的一个集合啊。你像这个支付啊，或者是刚才说的推送啊，它其实不是说只是简单的啊，通过这个信息的一个传输，然后支付的一个响应，它就能够完成的哈。它是有一套这个逻辑关系在里面的。那像每一个平台，或者说每一个技术源吧，哎，它都是有自己相对应的这样一个 SDK 的。比如说 iOS 的 SDK 啊，然后这个 Java SDK， 还有安卓的这个 SDK 等等哈，它对应不同的这样一个平台，不同的这个技术啊，它对应了不同的 SDK。啊，那想这个 SDK 的话啊，也是说为了能够去实现哎这个多样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开发需求了哈。那除了说咱的 SDK 以外，哎，还再往下的话，还有一个 HTTP 协议，来看一下 HTTP 协议哈。那这块来讲的话啊，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说不仅仅是大家去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吧，你像平常哎，你们在这个其他的环境里面啊，是不是也是会经常遇得到的，对吧？这个熟吧 ？HTTP 这个熟不熟？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或者说应该会使用的啊，这个还蛮常见的，是不是还蛮常见的，是吧？这个 HTTP 协议呢，它其实又叫做什么超文本传输协议哈。那超文本传输协议的话，它是一种这个通信协议哈。哎，这个冰凌这个问题好哈，一会儿我们来去说哈。我们先来说这一块哈。那它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超文本传输协议，它其实允许什么我们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L。
啊，也就是我们这个界面，哎，从这个外部的这个服务器吧当中把它去传送到我们的一个客户的浏览器啊，客户端的一个浏览器哈。比如说我坐在这里哈，我写了一套代码，然后这个写了一个界面吧。哎，我说你怎么通过哎输入这个网址的一个方式哎去传，就是能够看到我书写的这个界面呢？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 HTTP 协议啊。那这个 HTTP 协议的话，它就是展现的时候呢，其实它的一个应用范围哈还蛮广泛的啊，也是我们这个 3W 万维网文件就是都遵守的这么一个规则吧。哎，这个冰凌还是很聪明的哈。那如果说大家有之前接触过这个这个像这个操作系统啊，或者说这个作为计算机就是行业里边吧啊，任何的考研里边啊，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哈。那这个 HTTP 它属于一个就是应用层的这么一个协议了哈，它其实是承载于我们的什么呢？TCP 的一个握手协议之上呢。那作为咱的 HTTP 协议来讲的话啊，大家知道它应用非常非常广泛就可以了哈，而且它的应用范围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多一些的哈。只不过在这块来讲呢，是跟大家讲到的最流行的一种方式啊。那 HTTP 这块来讲的话，除了说我这个协议之外，它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叫做 FTP 的这么一个协议哈。那这个 FTP 的话，一般我们很少见啊，它属于我们这个后台的这么一个协议哈，除非说它给你开放了这个接口，要不然你看不到哈。然后再有呢，就是刚才冰凌所说的了啊，在 HTTP 后边哈加了一个 S， 这个 S 的话啊，其实它相当于什么呢？加密的一个协议啊，加密协议哈。这样的话，你整体的这样一个安全性的话，其实会更高一点啊。对于咱这个数据的一个保证的话，其实也会更好一些哈。那 HTTPS 的话，其实是需要说你这个申请单独的这么一个加密的证书啊，也不是很困难哈，也不是很困难。那对于这一块来讲的话，大家需要去这个稍微的了解那么一下下哈。那除了咱的 HTTP 协议以外呢，我来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 HTTP 请求，来看一下哈。这个 HTTP 请求的话，它其实是什么呢？基于咱的 HTTP 协议发起的这么一个网络的一个请求啊，这块理解一下哈。那你想，这个 HTTP 请求的话，它是什么？可以携带我们参数进行一个什么数据的传递，对吧？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互联网吧啊，这个应用程序上其实都是基于什么呀 ？HTTP 协议去进行一个什么网络通信的，是不是？我们来看右边这个图哈，你看，首先哈，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啊 ，A， 对吧？然后想给这个 B 这个客户端哈、啊，给他去发送一条消息，对吧？那这里首先他要去什么？传输数据，对吧？你传输数据，它是基于什么传输的？它是基于 HTTP 这个去传输呢，还是 HTTPS 呢？对吧？那这块啊，是通过这两个哪个传输，对吧？然后咱的这个客户端的话啊，比如说服务的吧，服务端哈、啊、去接收到这个数据啊，然后去进行具体的一个操作，然后反应，哎，再给到咱的这个 B 端，对吧？客户端 B 啊，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就是 HTTP 请求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操作啊。然后这块的话，就是跟大家去所说到的、讲到的关于咱技术概念的这前几种哈。那对于这块来讲的话，有疑问吗？有疑问的话我们问一下哈，没有疑问的话，看到也是到了一个整点的一个部分了哈，我们来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喝口水哈。来这块啊，我这个对于咱的这个技术概念这块来讲的话，我先讲到这前几种啊，后边一会儿我们去讲好吧。来，对于这块有问题吗？有问题来问一波了哈，没有问题我这个先来去这个休息一下哈，这是上到一个多小时了，应该回来了。
OK 哈，没有问题哈，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啊，跟喝水喝水啊，该上锁上锁。那点歌，好的好的哈，来我看一下我的歌还不哥哥呢，歌曲啊，太想念，好的，太想念谁唱的呀？你是太想念我还是太想念小小啊？这不禁哈，让我开个玩笑了。豆包唱的可以吗？我去接口水啊，你们先休息着。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你的承诺一点一点点回荡在耳边，那回不去的缘弥漫了我整片天，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甜蜜的蔓延，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拉长了思念，在梦里吻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你不回首奈何人已远，我回来了哈，点一首一路生花。好的，一路生花，这不是我之前放的歌吗？
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仍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那不能听的一路生花呢，还嗯，这能看。下像年少的恩华，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它？是。雨晴为啥等一会儿再听吧，可能听不完了。听完这首歌我们就上课了哈，听不了了。大家好，回来了哈，咱这个对要上课了哈。你想听的那个余情未了哈，为了纪念的某人，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好吧？那咱现在接下来上课哈，来同学们，我回来了，你们回来了吗？喝水的那个，不接水的啊，上厕所的，嗑瓜子的，你们回来了吗？来，可以听得到吗？可以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去了啊。
设备没有问题吧？都知道嘛，啊，我都没好意思说啊。OK 哈，那看来设备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啊？那我们接着上课哈。那我们在上半节课的话，其实跟大家去所讲到了我们 HTTP 的一个请求的部分了哈。那既然说到了请求，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关于咱数据请求的一个部分哈。先来看数据请求这块的一个 GET 方法，来这块啊。这个数据请求这块我先来去说一下啊，再回来啊。那个数据请求的话，这块我们是有两种哈，一个是 get， 一个是 post。 然后我们这块的话先来这个说一下什么呢，先来说一下这两种开发这个方式吧。这两种开发方式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啊，使用的频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只要你去涉及到我们数据的一个请求了，哎，只要涉及到这个数据的传输了，你就会接触到这两种模式。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GET 方法。那这个 GET 方法的话，先来看一下这个特点部分哈。第一个呢，它就是什么，像指定的一个就是资源吧，去获取咱的一个数据啊，它的参数呢是携带在咱的 URL 当中的哈。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大家去一个搜索内容的时候吧，在地址栏中啊，我们通过 GET 的一个方式啊，去进行数据请求传输啊。那我们是在这个地址栏当中的话，是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内容的。那这就是指它携带在 URL 当中的，哎，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话就是说它的参数的一个长度哈，它是有限制的，因为它的地址栏的话总共就那么长，对吧？而且它涉及到的一些这个一些嘛文件的一些地址啊，一些这个具体的其他的一些参数等等哈。那所以这块来讲的话，我们所涉及到的一个内容的话，它一个长短啊，它是有限制的。啊，而且具体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能够容纳的一些数据的话，也没有那么的多啊。这是咱第二个哈。那第三个就是说，咱这个在请求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哈，它的参数呢，其实会被记录在咱的这个浏览器当中哈。也就是说，它能够去记录我们用户的一个操作。哎，比如说我们要把东西啊去这个加入到购物车，对吧？那我们刷新之后，它其实还是会存在着的啊。这是我们第三点。但第四点来讲，就是它的安全性不高啊。像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也能够很容易去理解哈。你想，既然我们能够啊，我们是在地址栏里边的吧，任何人都可以去看到我们具体的这样一个参数的一个呈现的，是不是啊？那这块的话，就安全性肯定就不高了，是不是啊？啊，这是我们 GET 它的一个这个特点吧。那像另外的话，它看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想存对应的啊，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啊？第一个话，它就是什么呢？可以做我们的一个查询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哈，我通过这个查询哈，我想找一个裙子，那你想啊，这个女孩子嘛啊，裙子的话，想要什么样的裙子啊？包括说，这个你想去跳转到就是哪一个区域当中来啊，对吧？你这块都是说通过我们的查询来去解决的，对吧？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可以去做一些对应的什么呢，翻页的那个操作哈。比如说我从这个第一页到第二页啊，从这个然后再到这个第三页上面，是不是啊？冰凌啊，你喜欢超短裙啊？你喜欢超短裙是吧？然后这些翻译的参数的话，也有可能说通过咱的一个 GET 的方式哈，去呈现在咱的这个地址栏当中哈，也就是呈现在咱的 URL 当中，哎，是咱第二个哈。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它是无需提交复杂数据啊，且对安全性要求不高的这么一个操作。你想想，它本身的安全性对吧就不高，对吧？而且这个容纳的一个数据的话也是有限制的，所以是不是啊？所以呢，基于这个这些特性来讲的话，它肯定还是说去传输一些安全性不高的那么东西哈。哎，然后在咱的这个一般在咱的 GET 的这个方法使用当中吧哈，它更多的其实还是说用来去什么获取数据啊，还是用来去获取的。来写一下啊。
啊，很少去这个用到一些数据的提交当中哈。但是我们 get 方法，那除了 get 以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说的一个 post 啊，来看一下。对于 post 这块来讲的话，首先看特点。第一个呢，它是什么？向我们的这个目的资源去提交数据，对吧？它的参数其实是携带在请求体 JSON 当中的。那这句话简单来讲，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 post 它的一个传输过程中，我们是看不到的，是隐藏的，是加密的啊。然后它是通过我们其他的这个具体的一个 HTTP 协议，然后去进行的一个参数的传输。啊，这块要去了解一下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就是参数长度其实就没有限制了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这个数据传输当中其实就不再需要去考虑它的一个大小的一个问题了哈。那第三个话就是在这个请求过程当中的话，它的参数是什么？可以加密的，安全性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高一些哈。那如果说哈，加密了哈，我们还能看到它相对应的信息吗？很明显，这些我们肯定看不到这个相对一些信息了，是吧？我们看不到了啊，也没有办法去这个进行展现了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什么？看它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产品动作的一个部分哈。那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它是提交数据的。哎，刚才我们讲那个 get 方法的时候啊，说过什么？它很少用在这个数据的一个提交上，对吧？更多的是什么？获取这个数据，对吧？但是在 post 这个方法里边的话，我们这块更多的还是说用到是数据的一个提交啊。那第二的话啊，就是它可以去提交我们这个相对应的一些什么？相对复杂的一些数据啊，而且呢它的这个安全性的话也是比较高的哈，因为它是有加密的呀，对吧？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啊。这是关于我们 post 跟我们的 get 这两种请求啊，两种数据请求。对于这两种数据请求来讲的话，能够理解吗？可以吗？这块我觉得它还是蛮就是它的一个就是什么特点还是蛮显著的哈。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继续往下去说了，好吧。来哈，我们接着往下去看哈，看到我们下面一个哈，如何在这个互联网中哈去定位一个唯一的一个资源。哎，这个名词的话其实呢在刚刚我们也有提及过啊，这个它就叫什么呢？叫做 URL 啊 ，URL 啊。那 URL 的话，它就叫做统一资源定位器。在这块啊，统一资源定位器。那这个名词哈，刚才说过是不是啊？那这块来讲的话啊，它是什么？三 W 的一个什么统一资源定位标志，是不是啊？这块啊。了解一下哈，你像作为我们 PC 端啊，我们看到的啊每一张的这个网页啊，说的是每一张哈，每一张它其实都有一个唯一的名称标识，对吧？简单来讲的话啊，咱的这个 URL 呢就是俗称的一个网址，这样好理解一些了吧？那你想访问一个网址啊，一个图片，一个视频，对吧？就是在访问一个唯一的 URL。这样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好理解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网址的话，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来看一下啊，放大之后可能有点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了啊。像第一个上面这个地方啊，百度的，对吧？百度这块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什么是百度.com， 对吧？这个就是它唯一的一个网址了啊，就是咱唯一的定位的 URL。啊，那作为网址来讲的话，我看的是百度.com， 对吧？那其实这个地方它的全称还是什么 ？https 冒号双斜杠，然后百度.com， 对吧？啊，3w.百度.com 啊，这个域名基本上要记一下啊，这块注意一下啊，这个也比较常用一些哈。那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在大鹏当中的哈反诈的一个 H5 的一个这个界面了哈。那这个 H5 界面的话，它是什么？看一下啊，什么 H5 static 啊，大鹏教育.com，
是不是？那现在我们打开这么一个单独的啊，这个反诈的这么一个视频啊，它就是一个唯一的啊这个界面，对吧？它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大鹏的，像大鹏的这个官网嘛，官网的首页部分是大鹏教育.com，对吧？它两者之间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对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URL 它的一个构成，好不好？来看一下哈。哎 ，URL 它是由几部分构成的？来，第一个哈，它在这块有什么？有协议啊、域名、端口、文件路径跟参数，是不是？我们具体的啊，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啊，都来去了解一下。哎，协议这块来讲的话，就是告诉我们浏览器哈，它是用什么来去访问我们的这个资源的啊？你是使用的是 HTTP 的，还是 HTTPS 的，对吧？或者说我们像刚才跟大家去所说的那个 SFTP 的。吧，这是不同的一个传输协议啊，然后这是我们协议，然后再来说域名，域名的话就说什么是域名哈，大家就是之前有接触过就是域名吗？有接触过域名吗？域名，其实域名呢就是什么呢 ？IP 地址。你像你刚才说的什么3w.baidu.com， 哎，这个就是我们域名啊，域名后面的话就是我们端口了哈、啊。端口这个后面在那个讲代码的时候吧，会跟大家去讲到哈、啊。现在这个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上传到这个服务器端上面的啊，在这个外网的这个网址当中吧，很少是存在这个端口号这个形式的啊，所以端口号的话可以省略。啊，可省略啊，然后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是咱的这个资源宿主服务器啊，正在就是这个什么监听的一些这个端口号哈、啊，默认不同的这个服务器呢，它是有不同的一个端口号的。你像什么呢？像我记得有那个什么，现在这个啊8080就是一个默认端口号啊，我们是可以说自己去适应它。哎，这是个端口号哈，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一个文件路径了哈。文件路径的话来讲的话，它是咱服务器上面的这个资源的一个本地名吧，哎，由一个斜杠和它前面的这个 URL 组件啊，这个分割开来啊。这个文件路径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哈，它首先呢，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一个是一个什么虚拟的一个目录，比如说哈，我是在这个 news 文件下面的什么 index.asp。好、啊，它指的就是首页来的。那它的分布呢，就是说在域名之后，也就是说端口号后面的第一个反斜杠啊，第一个斜线到最后一个反斜线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所指的这么一个文件路径啊，这是这一块哈、啊。然后文件路径了哈，再往下就是参数了。参数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省略的啊，就如果说它是可以什么，它是加密的，就是你可能说大家看不到。啊，看不出来的啊。那这个参数呢，它设定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提供咱访问资源啊所需要的这么一个附加的信息了哈。你说这块就是通过咱的一个 get 方式啊去请求获取来得到的哈。那这个参数的话，就是说从第一个问号开始，然后到井号结束啊的这么一个位置。那这是我们参数的部分，哎，这就是咱这个 URL 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哈。对于当前来讲的话，这个组成部分咱能够听懂吗？可以吗？对于当前的这个组成部分来讲的话啊，可以听得懂吗 ？OK 吧？可以吗？OK 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去说了，好吧？没有问题吧 ？OK 哈，那就往下去说。来，接下来的话，我们去讲一个，这个 cookie 哈 ，cookie 的话，它其实是存储在我们这个客户端本地的一个文本文件啊，它其实是用来干嘛的呢？干嘛？就是用来去记录咱用户的个人的浏览的这么一个信息的。啊，就你们之前啊，在这个浏览器的时候吧，啊，有没有提醒过？就你们就是需要你们去清理一下这个 cookie 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有吗？
这个 cookie 的话啊，其实是什么记录或者说是存储在咱的这个客户端本地的啊。你说你现在这个啊，你现在用浏览器吧听这个孙远的课，那此时此刻的话，它其实就已经被记录下来了。或者说你通过这个网站的通过网站吧，你频繁的去打开我们的网址，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会越来去打开的话会越来越快啊。而且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信息哈就已经这个被记录下来了哈。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内部啊存储的什么 cookie 啊，内部是存储的 cookie 的。而且就是作为 cookie 来讲的话，它是存在什么有效期的。它虽然有效期哈，它这个有效期的话一般时间还蛮长的，你可以自己改一改也行啊。比如说你去设定一周，哎，这个一个月啊，你也可以这个手动去给它去进行清除啊。像谷歌浏览器的话，我记得好像是什么 Ctrl 加 Shift 加 Delete 啊，是这个快捷键啊。那其他的话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的这个右上角啊，这个设置里面啊去进行一个设置。啊，那 cookie 它的一个应用场景的话，就是什么记密码，啊，就记住密码，然后像那个浏览记录，还有什么一些这个广告推荐啊。那广告推荐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去什么呢，搜索一个东西吧，对吧？你下次再打开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说会推荐什么一些比较类似的一些产品，是不是啊？哎，这个的话就是它读取了你的 cookie 信息，然后说得到了啊，你可能说对于哪些东西啊比较感兴趣，哎，然后再推送给你。哎，所以说的话，这个咱的 cookie 啊，在具体的一个产品当中，它的一个使用频率还是蛮高的哈，也是比较有用的。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作为咱的这个HTTP 协议来讲的话啊，那这个普通的协议它其实是没有状态的。所以说哈，作为你就是作为用户来讲啊，你像服务器啊多次去哎这个发送请求的时候，如果说没有这个 cookie 的话啊，他不知道说你是来自于同一个用户啊。那假如说你在看小说啊，你看了一部分了对吧，你这个下次再打开的时候，他不知道你是谁对吧，你需要去重新开始啊，就你就是感觉疯狂嘛，抓狂嘛。其实这块啊，我想你们这个有那个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养了个羊，你们知道吗？有没有玩这个养了个羊的比较中毒的这个有吗？这个哈，我发现它没有 cookie。就是我们同事哈在玩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没有退出嘛，就关闭了那个状态之后啊，下次再打开之后，他本来已经在玩到第二关的某一个部分了哈，然后他退出那个界面啊，比如说关闭这个地方，然后回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再回来发现就没有了，还没有 cookie 的一个记录哈。这个我觉得还这个我还是非常不太喜欢这个操作的，这一块哈。大家在这块来讲的话，知道它就是有具体的一个应用场景，包括说对于我们用户的一个这个个性化推荐吧啊，包括说用户的一个行为追踪等等吧，这块都是可以通过啊用我们的 cookie 来去进行一个实现啊，这是我们 cookie 的一个部分哈。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什么呢？就是经常和 cookie 就是配合着去经常使用的是什么呢？是一个 session 的一个部分哈，来看一下。Session 的话，它其实说不是在我们的客户端的啊，不是在客户端，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是在服务器端生成的这么一个访问的状态哈，存储在咱的服务器端的啊，用来就是干嘛的呢？校验咱用户的一个身份的有效性的。虽然说呢，它是在咱的这个服务端去进行存储的哈，但是也可以在咱的用户端去进行操作。啊，比如说你通过你代码的编辑的一种形式啊，那 session 的话其实是存储在我们的这个什么服务端啊，然后你可以去设置有效期啊，一个月啊，一年，一个周等等啊，都可以。那 session 的话，它的状态呢，还是说由咱的这个服务端去进行管理哈，你客户端的话你不能操作啊，你不可以去操控的，你可以去清除 cookie， 但是你不可以清除 session。啊，它是一个绘画的控制吧。
那这个控制它其实说也是说为了去保证咱浏览器跟服务器之间它那么具体的一个联系哈，能够保证你用户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一个状态。啊，更多的它其实还是说保存在用户的一个什么登录的状态。比如说你现在哈，在大鹏里边是吧，你从首页然后到我的课程啊，然后再到现在这个小远的课程里边哈，或者到其他这个老师的一个课堂当中哈，为什么说你能够哎一直这样去进行操作，是因为什么呢？它是一直在记录着你的一个什么登录的状态啊，在你登录状态里边，你的账号里边啊是有这么这些课程的，所以它能够说实现你这些课程当中哈来回的去进行一个什么穿梭啊，这个就是咱的这个 Cookie 以及咱的 Session 的这个知识点哈。那它俩哈其实都属于咱关于前端方面这么知识了哈。来，对于现在来讲，对于咱们刚才跟大家去这个所涉及到的关于咱技术概念这块来讲的话啊，有疑问吗？对于咱技术概念这块来讲的话，有疑问吗？来，有疑问敲一波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咱就继续往下说了哈。正好我喝口水啊。可以吧？没有问题吧？咱继续往下说了，好吧？来啊，第三个部分也说完了，来看到我们最后的一个部分了哈。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咱的什么认识前端开发哈。那之前的课程里边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说去介绍我们的后端，对吧？那这一块来讲的话，给大家去说一说前端的一个部分啊。在正式去讲解我们这一块之前呢哈，我先来去问一下哈，咱如何去区分咱的一个前后台啊，这块如何去区分咱前后台？来，这块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后端的时候吧，在我们后面的话也是会讲一点点这个前端的一个部分哈。那这块的话啊，就是这个大家可能会问啊，你为什么讲前端啊不讲后端呢啊，这个为什么不讲后台呢啊，我现在你们肯定会非常非常想学哈，有强烈的这个学习欲望啊。但是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大家就稍微解释一下哈，我们后端啊后台吧所涉及到的语言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我这块来讲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去就说拿出特定的啊某一个来啊，因为说这几种这个开发语言来讲啊，他们的使用频率其实相对来讲还比较平衡，对吧？那作为后端的话，它其实也蛮好识别的哈。你想，一般啊，主要在界面的这样一个数据中啊，你这个有问题的啊，它就是后台的问题。那如果说啊，你这个前端反应接口你展现出来的这个数据哈，它有问题了，那多半就是后台的一个问题了。那除此之外哈，其他的一般都是前端的问题了啊。虽然说后台的这个系统啊它比较复杂一些，但是呢识别起来啊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哈。那接下来的话啊，我们来去什么呢，认识一下我们的一个前端啊。那首先我们来去来说一下哈，为什么我们要懂前端开发。哎，各位看官啊，请听好哈。那我们这块啊，当我们的这个工程师哈，他去说这个 CS 部分的时候，你知道他说的是啥不？或者说你这个接触过开发吗？有接触过开发吗？或者说哈，如果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这一部分的话，肯定不知道咱的这个 CS 部分是什么，对吧？那这个冷冰冰的话，我相信你这块肯定会有一点点了解，对吧？它是一个什么层叠样式表，是吧？书写去书写我们的样式的，对吧？那如果说啊，比如说第二个啊，安卓的工程师说啊，这个 text view 的时候，你知道是知道说的是啥不？知道吗？那又懵了，是不是？这个地方啊，它指的是什么呢？文件组件啊，文件组件啊，这一块的话也是要大家去稍微知道一下的哈。还有说，你这个 iOS 工程师他说啊，这个 UI Tab View 啊，这块你肯定也懵了吧？你不知道是啥对吧？那这块的话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这个导航的一个小组件了哈，导航组件。哎，包括说哈，如何在咱的这个设计阶段哈，去降低咱这个前端的一个开发成本
啊，你是选择相对应的一个安卓 iOS H5 技术啊，还是选择一个什么样子的？还有就是当你遇到 bug 的时候啊，你要去准确的去定位啊，是前端的还是后端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你想想上面啊，有这么多那么多问题啊，脑袋大对吧？头疼，脑壳疼对吧？那通过咱上面这几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说发现哈，我们肯定还是要去懂得前端一些东西的，对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什么是前端开发啊，什么是前端开发。前端开发这块来讲的话啊，它是运行在哪里呢？运行在我们的 web 或者是我们的 app 当中的哎一切界面的一个呈现的内容啊，它的一个表现形式吧。当我们去看到的像一些这个视频呀，然后像音频呀，还有文字啊、图片啊，甚至说一些这个链接吧，链接啊，包括说它一些这个画面当中一些这个间距啊、排版啊、大小等等的哈，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有我们的一个前端开发完成的。啊，我们通过各种的前端的技术啊，包括说框架来去解决我们的这个一个效果，或者说来去实现我们互联网产品当中的一个用户的界面交互啊。那有同学可能说啊，疑问这个用户界面交互，那不是设计界的那个问题吗？对吧？有没有这样想的？有没有这样想的？有没有觉得说用户界面交互那不是设计阶段吗？是吗？你想想，设计阶段所有的设计啊，它在没有开发之前，它都是什么？纸上谈兵啊，都是纸老虎，对吧？你这块啊，只是设计出了，就是作为设计师哈，你说你这个出来这么一版的这个界面啊，你肯定还是说你需要啊，让我们前端去给它去进行完成的，是不是啊？啊，这块大家需要去了解一下哈。其实说完这里呢，我们再来去了解些什么呢？我们说完这个前端开发之后，来给大家去说一下我们前端载体的一个分类。哎，前端载体分类哈，那对于这块来讲哈，我们的这个前端载体分类呢，包括什么呢？我们的这个 app 就是你的网页版的，还有桌面软件的，对吧？那 app 的话啊，在这里的话啊，也是有什么安卓的，对吧？安卓比较常见一些哈，我们的这个什么Windows 的，对吧？Windows 还是会比那个苹果的还是会就是比较少见一点，对吧？然后那个什么，在咱的这个网页当中哈，就是还有咱的一个 H5 的一个部分，对吧？还有一个 Web 的一部分哈。那 HTML5 的话啊，就是在我们 PC 端当中的啊 ，Web 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移动端当中的啊 ，Web 啊，在是咱的这个移动端当中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咱的一个桌面的一个软件哈。那桌面软件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可以由我们自己这个来完成哈。你像你们用过的这个系统有哪一些啊？你们都用过啥系统啊？都用过什么系统？用过什么系统啊？像这个 Windows 还有这个 Mac 的，这个还是蛮常见的吧。除了这两种以外呢，还有一个这个 Linux 的话，它这个还有什么 Unix 啊 ，Linux 跟 Unix 啊，还有这两种啊。那这两个的话，其实是集中在咱的这个开发当中的啊，大家去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哈。那作为咱这些哈，就是承载内部设计的这个前端哈，有哪些技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关于这几种技术部分哈。首先呢，我们来去说一下 H5 的一个部分。来啊，这个 H5 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是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课程当中哈，主要跟大家去所讲解到的啊。我相信冰凌的话，对于这块还是这个比较的熟悉一些哈。为什么会讲这里呢啊？首先 H5 它就是本身的这个开发当中吧。
它的这个应用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其次来讲的话，它的入门的学习其实也是比较的简单一些哈。如果说你们有这个学习或了解过网页的呢，会更加简单一点啊，尤其像冰凌同学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产品经理当中的话，除了说会讲到这个 HTML 部分以外呢，还有这个 CSS 部分以外，还会讲什么呢 ？JS 部分以及我们 jQuery 啊。如果说这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啊，后面一定要去积累来听下去啊。还有呢，可能会学一些什么呢？会学习一些框架啊，以及其实我们这个如果说我自己啊，我不懂啊，我不会代码的话啊，我怎么去给他写一个网站，或者说去实现一个轮播图啊，我们这块其实也是会涉及到啊，这个可能说我们在这个后边的课程里边稍微涉及一点，然后再往后的这个课程里面会继续给大家去进行涉及哈。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那第二话就是我们安卓了哈。那安卓的话，它是基于我们的 Java 的这个语言进行开发的。那 iOS 的话是这个通过我们这个 Objective-C 还有我们这个 Swift 啊，这个 Swift 的话，它是就是新研发出来的吧。那这一块的话大家了解一下。那像小程序这一块来讲呢，它其实还是说去围绕着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来讲的啊。那这个微信小程序的话，其实最初呢还是由我们的 HTML CSS 部分啊，或者说这个 JS 的一些这个逻辑哈研发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前面这些部分如果你懂了的话啊，小程序哈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啊，非常非常简单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桌面的一个软件哈，大家基础的会比较的少一些啊，像这个 C 语言 C++ 啊，它是属于我们面向过程的对吧。那像这两种语言的话啊，学习的一个难度还是相对来讲呢比较的高一些啊。你想像那个什么呢，传说中的黑客吧啊，这个黑客帝国有没有这个看过这个电影的同学啊，黑客帝国有没有看过啊，喜欢这种类型的这种电影吗？小时候的时候啊，看着说哇塞这也太帅了是吧。但是呢就是黑客啊，其实不是说你只学一门语言就行了。它是什么呢？需要多种语言啊组合而成的啊，组合为一体对吧。第一啊，你得懂什么通讯对吧。第二，你得懂编程对吧，就是一些比较底层的这样一些编程的一些语言哈。基本上哈，咱这个黑客用到的还是 C 语言 C++ 的会比较多一些啊，这是跟大家去所讲到的这个前端的一个技术分类的一个部分哈。对于这个技术分类这块来讲的话，有疑问吗？有疑问题打问题，没有问题继续往下说哈。可以吗 ？OK 的哈 ，OK 的，咱继续往下去说了，好吧？OK 哈，那没有问题，咱就继续往下去说了哈。然后我们看一下什么呢？看一下移动端的三要素哈，它包括我们的页面、控件以及我们的一个操作。那我们一个来看一下啊，页面的话，首先就是说，比如说吧，我打开这个大棚里边哈，这个我的对吧？首页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作业的一些界面啊，那这些的话都是什么产品的一些页面对吧？这是我们页面哈。然后第二个控件哈，控件的话在这一块来讲的话，你像在产品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控件，比如说一些这个文本的一些部分对吧，文本的话它也是属于一种控件哈。还有这个什么呢，文本框啊，还属于这种文本框的这种一种形式吧。然后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这种的按钮啊，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的这个加载的这么一些线条啊，这些呢都是这个控件啊，这些都是控件。那这些控件的话指的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原生概念当中的跟大家去所说的控件啊。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操作
啊，操作其实就是说包含咱的一个操作手势哈。你想你在这个使用手机的时候会涉及到哪些操作啊？你想你玩手机哈，你会涉及到哪些操作？想想，想上滑下滑，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吧？还有啥？啊，除了上滑跟下滑之外，还有啥？你想，你多个手指操作，对吧？你像现在这块儿，像现在这些操作，你像这块儿，手机为什么能够识别啊？因为它什么？它有传感器啊，对吧？它传感器哈，这块了解一下哈。然后这个就是这块哈，然后这是咱移动端的三要素的一个部分哈。为什么会跟大家去介绍咱这一部分呢哈？因为现在吧，产品更多还是说集中吧在咱的移动端这个部分了，所以呢大家需要对于咱就是这一块来讲的话有一些了解啊。在移动端这里的话，再跟大家去介绍两点部分。哎，第一点的话就是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 Native 原生开发跟我们 H5 它的一个技术特点。那原生开发的话，它其实就是指的我们什么？指的是我们的一个 iOS 以及我们的一个安卓。啊，它是针对于说手机系统开发的哈，那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原生。那 H5 的话，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跨平台的啊，独立于咱的平台系统之外的，这是它俩的区别啊。原生开发这块来讲的话，我们安卓是基于这个 Java 开发的，然后开发出来一套 SDK， 然后呢，苹果手机的话就是基于 Swap 语言去这个进行开发啊。那这种两种语言的话都是实现原生开发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生开发跟我们 H5 它的一个特点的一个部分哈。那原生开发它的这个体验其实还是比较的这个流畅的哈，你说它不会说让我们这个一直在等待着或者一直在等着去加载。那 H5 的话其实是说需要我们每个页面都需要去单独的去进行加载。哎，这是它这块的区别。它其实 H5 这块来讲呢，它对网络的一个依赖性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强的哈。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咱的原生开发这块呢，它其实是需要更新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遇到说什么提示啊，提醒我们啊，这个当前这个软件呢需要更新了，对吧？你这个系统需要更新了，这个样子啊。但是的话咱的 H5 它其实是不需要更新的啊。 H5 的话就不需要更新了哈，因为我们这个不需要去下载到我们的这个本地啊，它异步更新后呢，其实你打开就是一个更新的一个状态啊，这是我们这一块哈。然后这是它第二个一个技术特点了哈。第三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它这个是一个什么原生开发，其实成本来讲的话还是会比较的高一些，包括说你的这个时间上呀、财力上呀，然后这个它都会比较的高一点。但是 H5 的它的一个这个开发的速度来讲的话，其实就会比较的快一些，你的开发成本其实会比较低，因为这个 H5 它的跨平台性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啊。你的一套代码其实可以去兼容多套的设备啊，既可以在咱的安卓上去这个使用，也可以在咱的这个 iOS 上去进行一个使用哈。但是呢，咱的这个就是原生开发的话，它需要什么呢？需要单独开发。然后它需要单独开发，但是安卓的话啊，就是安卓在安卓上开发，然后 iOS 的话需要是在咱的这个 iOS 上去这个进行一个开发。然后这块需要去这个知道一下哈，这块是他们的一个区别和他们的一个特点。来，至于这块啊，对于这块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区别跟特点来讲的话，大家能够理解吗？可以吗？
可以吧？QQ 号就好像说了哈，来哈，这是我们这块哈，然后咱的这个原生这块哈，肯定还是什么体验好对吧？但成本高啊。然后 H5 的话就是扩展性好，但是这个性能方面的话，没有这个原生的好一些哈，比较适合一些这个运营类的一些场景了哈。然后像任何的这个运营类型的一些界面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H5 来去进行的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原生哎和原生之间啊，它就说安卓跟iOS 之间的话，它的一些区别啊，我们从这个技术差异方面来看一下哈。第一点的话，它的安装包的扩展名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安卓的话就是 APK 的啊，然后 iOS 的话是这个点 IPA 的啊，是它那个后缀名，它是不一样的啊，扩展名不一样。然后这个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安卓机的话，你像这个像华为，然后这个。什么 OPPO 对吧？还有什么小米对吧？好多好多品牌对吧？那它有好多好多型号。那不同的这个手机尺寸的话，就是手机尺寸还蛮多的哈。那这块来讲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碎屏化比较严重。我们称为碎屏化比较严重。那其实这个适配的工作量来讲的话啊，就会比较的大一点啊。这是我们作为 iOS 这块的哈。好，然后这个不是作为安卓这个。安卓这一块说错了啊，然后 iOS 这块来讲的话，虽然这个手机系统呢也在说这个逐渐的变多，但是没有我们安卓这块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一些哈。然后所以它这块一比较来讲的话，它的适配还是会更好一些的，是不是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开源和系统的一个闭源的一个情况哈，以及我们的市场的一个碎屏化和官方制定应用市场的一个部分。你想在这个安卓上去上传什么安装包？你需要什么上传到不同的一个安装市场，像小米的安卓，不是下面华为的，对吧？然后 OPPO 的，对吧？但是你这个对安卓的这个手机硬件的跨度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但是 iOS 其实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对吧？对于他们的这个开发语言上来讲的话，前面其实这一块我们也有讲到。啊，那除了说技术差异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基本控件方面的啊，这个控件的话，就是他们名字的这样一个形成了哈。那这块的话，来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去进行区分啊。那只要前面哈加我们的这个 UI 的，它就是 iOS 的啊，其他的你就认为是安卓的就可以了哈。这是他跟大家去说的两种这个原生之间他们的一个差异性的一个问题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给大家去看一下什么呢？我们 Web 开发，对于 Web 开发这块来的话，就是我们什么 H5 呗，对吧？那 H5 来讲的话啊，Web 前端它其实什么利用了我们像这个 HTML、CSS 部分以及我们这个 JavaScript 等技术啊，将我们的这个 UI 设计师的一个设计图，对吧？然后给它去100%的还原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那包括说这个咱这块包。比如说，包括咱原生的一个100%的还原啊，这是咱这个大家所讲到的原生和 H5 它的一个特点哈，以及它里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效果了哈。但是其实当前啊，我们这个通过现在了解到的哈，就是能够很好的去区分原生跟 H5 吗？可以吗？还不能是不是啊？那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哎，咱咋区分原生跟 H5 的一个部分哈？第一个话就是我们看断网的一个情况啊，你断开网络之后，哎，你显示什么404的哈，显示什么空白页面的啊，显示错误的啊，就是 H5 啊。但是原生的话啊，肯定是什么可以正常显示的，或者说它是什么局部已经显示的。啊，因为你这个操作的时候吧，这个原生的首页，原生也可能说没有完完全全的给它去加载出来的啊，这是第一个断网情况。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看加载情况。那这个加载方式哈，那如果说你在打开新页面啊，导航下面有一个加载条的话，加载线的话，那就是 H5 啊，原生它这个当中的话，它没有这个加载条。啊，然后第三个就是看下拉的界面，如果说你能够下拉的动啊，并且后面有网址，它就是 H5，没有就是原生。
没有的话就原称哈。然后第四个话就是看我们这个 APP 它顶部导航栏啊是否有关闭的这么一个操作了哈。然后如果说当我们去打开这个一些界面的时候，当你的左上角，听好了哈，左上角啊是否有点击关闭的这么一个按钮和图标，有的话是 H5， 没有的话就是这个原生啊，一般原生不会这么去进行一个设置的哈。这是咱的这个原生跟 H5 它的一个区别，这块去稍微的理解一下好吧。然后的话啊，另外呢我们来去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的话啊，经常用到是什么呢，混合开发啊。那混合开发啊，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原生跟我们的 H5 的话给它去柔合在一起的那么一种开发方式啊。它其实说可以什么，既提高了咱的效率，其实又稳，就是增强了咱的稳定性吧。那所以说呢，咱的这个混合开发来讲的话，也是什么，属于一种取长补短的那么一种形式了哈。它的优势就是什么，开发效率高了，对吧，开发时间短了，然后跨平台性其实也强了一些哈。那像在咱的这个安卓跟这个 iOS 上的话，基本上还是说是可以去进行套用的哈。少部分咱不能套用的啊，咱其实改起来呢也比较的简单一些哈。然后这块来讲的话，第二点来讲的话，它其实它的一个更新部署来讲哈，就是也是会比较的这个什么方便一些啊。你像有一些更新，你只需要什么，需要在一些服务器端上啊去进行一个更新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在你的这个什么商品商店里边去进行修改哈。然后还有就是它什么，它可以什么离线运行了，对吧，这块就是 H5 这个没有办法满足的哈。那目前咱的这个混合开发的话，它其实是有两种模式的啊。一种的话就是咱的什么呢，咱的这个原生主导啊，原生主导就是你这个就是还是说写原生，然后呢只不过呢去嵌入了这个一部分的 H5， 这是原生主导的。那第二个就是 H5 主导。 H5 主导的话，其实你只需要说用到咱 H5 的一个开发工程师就可以了，然后你写完代码之后的话，用原生的壳子哈一套就行了。哎，这块的话大家视情况而定哈，去进行一个选择啊。那除了这块来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小程序哈，来看一下微信小程序这块来讲的话哈，它属于咱前端开发啊。看一下它的特点啊，第一点来的话，即走啊，即用即走，随手可得，对吧，你不需要下载。然后第二点来讲，它是依托于什么，依托于咱的微信哈，然后去进行运行，不能够独立去这个进行运行。第三点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它是基于咱微信的一个关系链去进行传播，对吧，你这边比如说你通过微信的好友或者说微信群进行传播，对吧，你说 你能通过钉钉吗，啊，你通过支付宝行吗，不行是吧，不可以的哈。然后第四点来讲的话，就是它有什么自己的一个开发环境跟这个发布的一个机制哈，就是你需要说在这个微信开发者的一个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去进行发布。然后第五个最后一个话就是说，咱可以去调用咱微信原生基础的一些组件了哈，比如说你这个地图啊，还有一些多媒体的一些支持等等吧。啊，这是对于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这块的哈，它应用其实还蛮多的啊，有一些像工具类的、电商类的啊，一些游戏类的啊，这个方向的一些选择还蛮多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前端的啊，这个一些应用技术了哈。那除了说咱的前端应用技术之外呢，我们其实也是会经常跟大家去提到静态和动态页面啊。那这两个页面是啥？来看一下哈。静态跟动态页面哈，静态页面这块来讲的话啊，它的内容呢一般是什么固定不变的啊，你不需要说单独的去这个数据啊请求和加载，哎，它其实呢是什么以说明类的一个页面为主啊，它是以说明类的页面为主。你的动态界面来讲的话，会根据你的场景的这个，就根据你场景发生变化吧。而且呢，你是需要说去进行请求和进行加载的。一般的话啊，在咱的这个功能性和这个业务逻辑这一类的吧，这个页面里边啊，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区分了哈。
那这块我来看一下啊，这个静态的一个页面，静态页面这块的话，这个地方呢其实只需要什么呢，渲染加载一次就可以了啊，只需要渲染加载一次啊，你这个内容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啊，你不需要说再继续去进行加载了啊。那在我们的这个工程师孔中的这个静态页啊，你可能是什么，你可能是一个说明页啊，也有可能什么，也有可能是你还没有什么呢啊，你还没有这个做数据交互的这么个页面，就是说它有可能写的是一个静态的页面啊，在这本地的一个代码当中啊，还没有对这个数据的一个接口进行调用。哎，所以这块来讲哈，你要分清楚了，你要区分好他说的这个静态页面到底是属于这哪两种啊，这两种哪一种应该是啊，这块一定要去给它区分好了哈。好，那咱的这个动态页面这块来讲的话，来说一下哈，动态页面呢，其实就是说它的页面哈会随着咱场景的变化发生变化，对吧？那特点的话就是什么？它的一个数据啊是动态获取的啊，比如说你加入购物车啊，包括你看这个订单的一个金额啊，它都属于一个动态的展现。啊，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页面的一个数据结构，它其实是一致的哈，数据的一个差异化。比如说你打开这个什么购物车吧，啊，虽然说产品可能不一样，但它的一个展现形式其实是一样的，对吧？这块的话就属于一个通过一个循环，就是把它们就是加载出来，哎，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加载了哈。那这块就是咱的一个动态跟静态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分。啊，区分跟区别啊，那动态页面的话，其实最常见的就像你在抖音里面的点赞啊，这个取消点赞，对吧？发布评论啊，然后以及你自己发布的一些作品的一些数据啊，这些的话都是什么可变的，对吧？那这些都是属于咱动态界面的一个呈现了。啊，是咱的这个动态页面这一块哈。以上的话就是咱跟大家去所说到的一些所有内容了哈。来这一块的话，这些课呢讲完了。来，有问题打问题哈，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传回放去了哈。并且呢，我要说一下哈，从这个今天没有作业，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就真的去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实战的部分了哈，去开始写代码了。然后的话，从明天开始就开始有作业了。啊，来这一块啊，有问题吗？有问题打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传回放去哈。这个明天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实战的一个部分了哈。来，没有问题是吧？那我先传回放去了哈。有问题的话，你们待会儿去问就行了，好吧？哎，拜拜。